清明时节，菜花盛开，大地像是披上了一层鹅黄色的绒地毯。寻春赏味的好时候，自然少不了一道佐味点心——青团。在奉贤庄行，青团又称麻花郎圆子或乌金蛋。当地野菜麻花郎去苦洗净后，将菜叶与糯米粉紧密粘合，揉搓成绿色面团，摘皮包入豆沙馅料。这个青团呢，是我们庄行的特色，清明的时候呢，我们家家户户吃的。新鲜出笼的青团，色泽翠绿，一口下去，清新爽口，甘甜细腻，糯韧绵软。清明小长假，不如来庄行走走，一同踏青赏花，品味春甜。